哎呀，洁白如玉的梦魇螺，哇塞，漂亮！上货哈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川子，一好几天没来赶海了啊。那个最近在忙着弄地瓜呢，桃子啊，因为这两个都是属于应季的，这种农副产品，而且在，跟着大门一起啊助农，然后耽误了好多时间，然后后面的话会给大家多更新赶海视频啊。现在今天又来了，看来。现在这个水啊，还在往下退，咱们这个慢慢往里走吧，出发。看到，我这个，哎，干啥呢？练功呢，老弟啊，是不是练功呢？是不是练功呢？你也变成你这是滑盖线，看到没？这种是标准的滑盖线，死活不撒手。赖着我了呗，都知道我们家有那个洗澡池，是不是？这可以，这个还行。这种蟹的一年里边的价格都差不多，比较均衡，而且它一年四季都肥。花盖蟹，这个也是我差不多抓过最大一只花盖蟹了，回家给姜太阳吃。这个八爪鱼露出头出来，看到它一闪一闪在变色，看到吗？看到吗？一黑一白，一黑一白，好，还在呼吸呀、啊，来吧，宝贝儿，来，看到没？这应该有货，看到这还露小口。哎，不是的，判断失误。看到小毛孩，这个应该是，哎呀，白蛤，白蛤蜊，然后像不像猫眼？皮肤都干燥了，你来点爽肤水啊！洗白白，哎呀，来再绝点，这神功，干啥呢？没点数啊，神功呢？哇塞，这样的木眼螺特别干净，啊，它就带沙很少，上货。小毛孩，这个是毛孩了啊！这可以了。来看到没？这还一个，你还游呢？还游呢？来，继续发展。想跑的，上货。哇塞，这个大！哇、哦！哈哈哈哈！大不大这个？哎呀妈，这太大了！哟，看到没？怎么样？这天生魔力，上货啊！这个季节小八爪是最多的。什么情况？我的个妈！吃甲红！妈！这个好大！夹不动，钳子坏了，卧棍！带两个下背，你看这宝贝儿。我想办法得给它解下来。哎呦，这两个下背你别看它小，夹着可疼了呢。发现了！还见俩下背，你说？别夹我，我救你呢。卧棍，好了。这可肥了，现在大不大？回家给你煮了。上货。大白蛤了，这还一个。这个是海瓜子，这小根。来，花甲，用这个钳子。小红背。它这个张嘴了，可漂亮了，看到吗？能不能看见？好。你还会发射导弹呀！好了，回家了。那个下午还有事儿啊，我一个亲戚给我下达了个任务，让我教人家打篮球。200斤呢，现在不知道还能不能飞起来。走，回家。来，快过来，来排队。一号的。来，快。来。
来，舅舅，走，注意姿势，姿势。爸，你这还要眯眼瞄啊？啊，对不？要心中有篮筐。快，走，一二一二两，直接。来，我教你女孩怎么投篮啊？要放在胸前，知道吗？退去。对，你放在这个，也可以蹲点。对，看到没有？是吧？再来一次，来。走吧。哎，漂亮，看到没有？对，要身体跟手臂一起用力。漂亮，看，连续中了三个。干得漂亮。漂亮，你看。是吧？我们要找到技巧才可以，对不对？你要哎呀，老师，现在百发百中。来，我们不要跳，再来一次。漂亮！哎呀，真厉害！空心入篮。好，放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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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立正。走，使劲。使劲。哈，哎，我要给你示范一下啊，站好了，用手要用巧劲，知道吗？要用巧劲，挺好的，别急，慢点来，大概在三分之二的距离，看好，啊，这样能传到你的手里边啊，是不是？那你打这，打过来，哎，对，这个距离，他们未来都将是。国家的篮球动态，我把我毕生的绝学都传授给他们了。